星光隧道。想当年，李丹青是你的同学、啊。当年超级戏剧迷、啊，他前面几集是医生，之后瘫痪，连同电视艺人你抢我答。哎呀，满足了玲珑奖八场。看幕前风光，你上来那个臭味啊，很臭的那条。幕后八卦，本来这个角色是给。哇，爆料爆料！我突然间想要问，嘉宾只会飞掉？哇，真的八卦了我。10月18号起，星期四晚上8点8频道。